冼炳希律师代表如黎真启示，请据当事人如黎真道称，本人如黎真与李少允经脱离夫妻关系之后，男婚女嫁，国听自由，彼此不得干涉。由李少允个人之华阳交割账行等情，均与本人如黎真无涉，等于特此登报声明如有。中华民国41年5月23日星期五发布。老子阿布拉罕，屌撚鸠你老母个臭花閪啊，发梦冇撚得咁早啊，听撚返呢支喺มกราคมพุทธศักราช2495佛历2495年1月艺术蛋后，如老黎条臭花閪唱嘅广府舞台大戏《玉梅花下玉梅云》嘅同名主题曲先啦。Thank you.
Let
Thank you.